呢间餐厅好怀旧，好似去咗嫲嫲嘅屋企啊。Edie's House 喺伦敦得一间分店，餐厅老板为纪念嫲嫲，就用咗佢嘅名嚟命名。餐厅布置系将嫲嫲嘅屋企活生生呈现出嚟。餐厅有三个靓位系一定要去打卡噶，第一个就系嫲嫲嘅客厅，墙身有餐厅老板细个同嫲嫲嘅合照，仲有一个砖头电视机，怀旧感十足。第二个打卡位就系嫲嫲嘅厕所，佢将整个马桶、洗手盆放喺餐厅入边，用粉红色做主题。你睇下呢个洋娃娃纸巾筒几复古。第三个打卡位就系嫲嫲嘅睡房，睡房入边有张梳妆台。梳妆台上的风筒款式，小编都是第一次见咋。还有当时的衣车、收音机。餐厅 menu 都有很多选择，主要是吃早餐和 brunch 为主，但是呢他就没有开慢市了。我就试了他的主题早餐，和传统英式早餐差不多，最惊喜就是个黄豆辣辣地，很开胃。另外就试了牛油果加蘑菇包，吃下去感觉很健康又清新。飲品方面，我就試了佢兩杯不同口味的 smoothie， 比較有特色的就是嫲嫲的特飲，佢有香蕉、花生醬、蜜糖、肉桂、杏仁奶沖繩，口味香濃，比較特別。最後當然要試埋 scone 啦，佢有六種口味、十二種果醬選擇，我揀了 vegan scone 配無花果加橙果醬，一吃落去就知啲果醬是自家製的，好新鮮，好好味，誠意推介。